对，或者开始啦，我哋请低头嚟祷告。耶稣，我哋感谢你，你俾我哋平安，系啊，又过去一个星期，系今日我哋见主啊，你自己话语，我哋需要你嘅祝福，你系祝福我哋每个人，系听众啊，你都系祝福我哋啊。将来在 recording 那里 the audience， 我们 in the name of Jesus， 多谢你，你祝福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健康，给我们平安，也都给我们家人得祝福，感谢主， in Jesus name， Amen。 今天是7月14日星期四晚是犹太历的15号，咁啊，即系应该出面个月亮都好圆，今日啊，佢哋系月历，所以应该系full moon 嘅 day of full moon。anyway， 我哋而家开始我哋嘅广东话查经啊，咁咧就佢哋嘅犹太历嘅个月份咧就叫塔摩斯，就塔摩斯。咁我之前两三个星期我哋都有讲话呢个月佢个历史或者佢个问题。But anyway， 我哋今日嘅集中呢就係睇巴勒呢个 Torah portion。咁呢巴勒呢就係古时候一个摩押嘅王。咁呢就係、是、就在民数记第22章22节那里有提到他的名字。那呢我就这里就这么讲，民数记22章2节说，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西缽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OK， 那这个呢就是所以他们这个周末这个安息日呢，星期六是他们的安息日，由星期五晚开始到星期六晚。咁呢就是会读22章 ,23、24和25的一卷，再加尼加书。咁啊 ,anyway, 咁嘅内容呢即係好简单讲呢，就话呢佢话 ,this week's Torah reading tells the story of how, Balaam hires the occult prophet, Balaam to lay a curse on Israel. Balaam meets a resistant when God has a conversation with his donkey and ends up blessing Israel instead of cursing them. 咁啊係啦，即係巴勒呢就请一个先知，一个假先知叫巴兰。咁呢就搵佢嚟咒助以色列。咁啊就係以色列民，但係呢神呢就是在这里阻止他，阻止巴兰。咁 end up 呢他们个巴兰呢就冇是咒助，但是呢 end up 是奉主的命是祝福以色列民。咁呢就有提到，即系嗰位22章2节嗰度有提到亚摩利人，咁就所以我想系讲翻系几百年前亚摩利人有咩嘅圣经嘅记载，咁咧就讲系400几500年前咧就有个人咧系信主嘅，就叫亚伯兰，后来改咗名叫亚伯拉罕。咁呢就喺创世纪15章嗰度呢有咁嘅记载，我读俾大家听。亚伯兰却说，主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耶和华说，你为我娶一隻3年的母牛，一隻3年的母山羊，一隻3年的公绵羊，一隻斑鸠，一隻初鸽。亚伯兰就娶了这些来，每样擘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派摆列，至是没有擘开了。当有初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们赶走，
日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大恐慌临到他。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他们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但我必惩罚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至于你，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你的后裔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咁啊，所以咧喺主同亚伯兰讲预言，即系预言将来发生嘅嘢嘅时候咧，咁咧就系、是、有提到亚摩利人。咁啊，即系话个 story 咧就系、是、主咧就话原来即系佢嘅后代咧就会去寄居，就去边度寄居咧？就系、是、埃及。咁咧就系400年嘅日子。咁喺嗰度做咩？唯有喺嗰度唔系几好，即系做奴隶。咁咧，然之后咧，但系咧过咗400年之后咧，佢咧就会主咧就会罚嗰个埃及。咁啊，然之后咧就啲以色列民，即系巴拉罕嘅后代咧，就会系带住啲财物，有金有银咁样，咁咧就离开嗰度，然之后就去到边度啊？翻嚟而家嘅佢哋住嘅地方，即系迦南地。咁咧就但系而家唔得住，因为咧佢亚摩利人嘅罪孽咧还没有满盈，即系亚伯兰或者巴拉罕嗰、那个佢啲好多邻居咧系其实系亚摩利人嚟嘅，咁啊，但系at the time 咧就嗰啲人咧就系、是、冇系同亚伯兰有仇 ，in fact 咧佢哋中间咧有人系帮手就走去营救罗德，即系佢个侄个罗德咧就系、是、俾人拐咗去系去到叙利亚咁远，去到Damascus 嗰度嘅。咁所以咧即系嗰阵时嘅阿摩利人咧就系、是、阿伯兰嘅邻居咧就系、是。未即系佢哋都系罪人，但系咧就未到嗰个地步咧，就系、是、神系 judge 佢哋话要毁灭佢哋嘅嗰个咩？但系后来咧，当过咗400年之后啦，咁咧就呢个预言咧就应验啦。咁啊 ，at that time 咧，阿摩利人咧已经就变咗系差唔多好似一个 super power also， 即系咧埃及系一个 super power， 但系咧。喺迦南地，即系喺约旦河嘅东边同埋西边咧，就系、是、亚摩利人咧，就系、是、成为个王国，即系佢哋系 control 好大嘅地方。咁啊唔止添，佢仲系即系打胜，即系即系摩押人攞咗好多摩押嘅地。咁咧就正话讲嘅就系创世纪15章啦。咁而家咧，咁啊过咗几百年之后咧，阿摩利人咧就变咗系West and East and West Bank of Jordan 嘅王，即系嗰个霸王。咁咧之后我读俾大家听喺民数记21章21节开始咧，咁咧就有呢件事。咁咧就系、是、以色列人咧差遣使者去见阿摩利人的王西宏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也不看井里的水，只走王道，直到过了你的边境界。但西宏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就招聚他的全军出到旷野对抗以色列人。到了亚杂，就与以色列人争战，但以色列人打败了他，得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亚扪人的境界，因为亚扪人的境界多有坚垒，于是以色列人夺取了这一切的城邑，又住在亚摩利人的城邑，就是希实本与希实本的一切乡村。这希实本是亚摩利王西宏的城市，西宏曾与摩押的先王争战，从他手中夺取了全地，直到亚嫩河。所以那些作箴言的说。
来西希实本，像西云的城被修造、被建立，因为有火从希实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考西云的城，他烧尽摩亚的亚尔和亚嫩高处的众王。摩亚啊，你又和了基抹的民啊，你们灭亡了基抹的男子为啊难民，女子为阿摩利王西云的阶下巢，我们克服了他们。希实本直到底本啊，尽皆毁灭。我们粉碎了他们，直到拿法，这拿法直到现路米底巴，好多啲地方名，好多地方名。咁咧，咁咧，佢特别提到有一个地方咧，叫希实本。希实本啊，个希实本咧就系、是、嗰、那个啊阿摩利王嘅啊个王咧叫西云，佢嘅首都。佢嘅首都，咁啊，所以咧，即系以色列人咧，就同佢哋打仗嘅时候咧，就输咗，即系咧输咗俾以色列人，咁咧，所以咧，所有希实本啊，同埋嗰度嘅王国，即系就系 overcome by 以色列人。嗱、啊，呢度咧就再睇一睇，咁啊，这希实本是阿摩利王西宏的京城，京城啊 ，capital， 即系好似加州咧、那个京城咧就系 capital 咧就系 Sacramento。啊、美国嗰、那个成个国家嘅 capital 咧就系华盛顿，咁咧所以咧呢、这个希实本咧就系、是、嗰个阿摩利王嘅总部，就系、是、嗰个人咧叫西云，咁啊西云啊曾与摩亚的先王争战，从他手中夺取了全地，直到亚嫩河，咁咧即系话换之咧嗰笪地根本全部咧原本系摩亚嘅，咁啊而家咧就。啊！俾嗰個西宏咧就係、是、啊統治，咁咧然之後咧就 end up 咧就係摩亞人，摩亞啲人咧就做佢奴隸，然之後嗰啲摩亞女人咧就俾呢、这個啊阿摩利人搶曬，即係佢係嗰啲啊，你可以講話土豪啊，土豪啊啊，甚至可以講話即係佢係惡霸啊霸王 ，OK， 嗯，咁啊，咁咧然後 way 咧就係、是。啊！以色列人咧打胜咗仗嘅时候咧，就解放咗边个？解放咗摩押人。摩押人咧就本来咧就系、是、做阶下巢，即、就、系、是、做佢哋嘅奴隶，做摩亚摩利人。咁啊，即系换至四百年之后啦。咁咧啊，摩押人咧就系、是、俾呢个西云王系啊统治。咁咧，然之后咧个摩押人啊，摩押女人咧就俾佢攞嚟做啊奴隶。即系原来服侍嗰个阿玛摩利人，咁啊，所以然后呢咧应该摩亚人开心嘅吓，咁啊 ，but anyway， 我show 俾你睇，咁啊呢个地方咧仍然系有嘅，即系唔系一个省，但系咧就系、是、个废墟仲喺度，佢咧就系、是、啊希斯本吓、啊、希实本，咁咧就希实本就喺呢度，即系啦，即系换之后来嘅迦南地咧就系、是、喺约旦河嘅。西边，咁咧就系、是、上高咧就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然之后下边咧就系、是、死海，睇唔睇得？咁然之后中间咧就系、是、有嗰条约旦河喺度连接，咁咧就喺西边咧有耶利哥，但系咧就啊呢一橛咧本来应该系摩押嘅地，但系咧就俾阿摩利人抢咗，咁咧就系俾佢哋统治 ，OK。咁我或者试下咧，就 show 俾你喺个 Google Map 睇下可唔可以 show 俾你睇。
咁咧呢度就系希实本啊，即系嗰个啊废墟吓。咁所以咧，你睇到啲啊，佢哋嗰啲啊啊 ，well 有嗰啲啊相。數啊！啲本來係呢個係3500年前，喺摩西時候咧，呢個係一個啊、，you know， 即係 you know 首都啊。咁咧就係啊，佢哋亞摩利王咧就喺度統治啊。佢哋係 under 佢哋咧就係嗰啲啊，所以而家就仍然係即係好大好大嘅城啊，全部但係全部係廢墟啊，好多嘅啊地方。所以即系呢个地方啊，即系唔系假噶啦，即系好合个圣经个记载。OK， 咁我哋继续睇落去。咁咧就系、是、但系咧，解放咗即系摩亚人嘅时候咧，但系摩亚人咧就反为仲 worry， 因为点解咧？啊，就有呢个情形，即系咧，佢哋咧就系、是、个皇帝咧，摩亚王咧就系、是、啊，一样冇错，佢觉得话哦，好啊，即系个佢哋嘅即系霸王系啊，原来即系被毁灭咗啊，咁啊，即系冇咗阿摩利人个王国系啊统治佢哋，但系咧。啊！但系佢哋咧见到以色列人咁犀利，咁样佢哋咧就喺度忧虑啊！所以我俾个 title 咧就话个 King of Moab 咧 saw with his own eyes the power of Israel。咁咧佢个问题咧，佢就系 power of Israel， 佢唔系 power of God 嘅。因为其实咧以色列人之所以可以打胜仗咧，就唔系话以色列人点叻，而系咧就系、是、因为咧啊嗰、那个主咧就系喺度。带领啊以色列人，咁所以咧，其实咧，佢打胜仗咧就唔应该话系以色列人叻，而系话咧个圣经里面个神系好叻。咁但系 anyway， 摩亚人咧就冇咁睇，佢即系好似世人咁啊，即系咧，佢话哇，佢咁多人啊，我哋好惊啊咁啊，你即系睇到个世界而家好似而家啲世界嘅咁情，喺个世界咁乱咧，咁啊佢哋冇睇到主嗰、那个。力量或者主个 power， 佢哋咧就觉得话啊，以色列人咁鬼死犀利啊！我哋要想办法咁。咁我读俾大家听，咁咧就喺民数记22章，咁咧即系我读个啊，我读啦。以色列人前行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耶利哥的对面安营。以色列人咧向阿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亚伯的儿子巴勒咧都看见了。摩亚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啊，忧急如焚啊！咁即系好似而家啲世界咁样，你睇嘅世界打仗啊，或者有粮荒啊，有经济唔好啊，啊，咁啊，反为佢哋仍然咧就要用自己方法打打杀杀，或者系想办法整固系啊，所有啲啊，要即系来者不善嗰啲咁嘅啫，啊，咁啊。摩亚人就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群人要啊舔尽我们四围所有的，如牛吞尽田间的草一般。那时西贝的儿子巴勒作摩亚王，他差遣使者往沿居地河边的比绝去，
要见比尔的儿子巴兰，召巴兰来说，看有一个从埃及出来了，他们遮满地面在我身边，现在请你来为我咒助他们，因他们比我强盛得多，或许我能胜过他们，将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祝福谁，谁就得祝福；你咒助谁，谁就受咒助。摩亚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跨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兰的话都告诉了他。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告诉我的回报你们。摩亚的使者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是谁？咁咧，神咧就夜晚咧就真系揾阿巴兰，咁咧就话：诶、哎，佢哋系边个？咁其实神已经知道佢哋系边个，不过即系呢度咧就讲俾我听，即系我哋冇 anything， 即系 nothing， 我哋样嘢都系 cannot hide from God， 咁 you know?、anyway， 呢个巴兰回答说：是摩亚王西拔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助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争战，把他们赶出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助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用我和你们同去。咁呢度呢就已经讲咗啦 ,ok, 呢度已经讲咗，即係神呢就神嗰啲话呢讲咗呢就係真㗎啦，咁讲。咁呢就係已经对巴兰讲话，你冇跟佢哋，冇咒助佢哋，因为嗰啲民呢係蒙福嘅，冇错。咁但係呢佢第一个反应係冇错，佢就係咁做。但係呢嗰啲使者呢就搵好多嘅钱，搵好多嘅钱，搵好多嘅即系 promise， 咁然之后咧就叫巴兰去祝福，咁咧就 after a while 咧就巴兰由13至18节咧，佢就得到说服 ，even though 咧主神咧已经吩咐话东哥吓唔好做佢哋要你做嗰啲，因为咧佢话个那民已系蒙福嘅咁讲。嗱 ，same thing， 我哋而家亦都系一样。即系咧，我哋而家咧系咩咧？我哋系已经系神嘅儿女，我哋系神嘅儿女，我已经系蒙福噶啦。咁讲，所以咧嗰啲人咧想话害我哋咧，神啊已经通知咗，神嘅话咧就会成就。之后咩？就系我哋系蒙福嘅。咁但系咧，你知有啲即系嗰啲系有啲咁啊，即系假先知或者嗰啲先佢哋咧就有个态度，即系话要即系人哋系对佢有利啊，或者要佢夹粉啊、联盟啊咁啊，咁咧就系想话做呢啲嘢。咁咧就巴兰回答啦，巴勒的神仆说：巴勒就是将他们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名。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嗱，咁啊，即系话，即系明知系唔啱噶啦，神已经讲过，但系呢个巴兰咧，仍然咧就系唔系顺足，即系佢谂话，哇，或者有讲头啫，即系或者佢住多一晚啊，或者神咧就会change the mind， 咁其实神咧就唔会 change mind， 佢唔系人，所以咧佢唔会 change mind， 佢已经系话，譬如好似我哋已经系神嘅儿女，我哋系用主系用高价去买翻嚟，咁我哋已经系神嘅儿女，咁神会唔会 change mind 咧？唔会，即系佢一样系，虽然个或者个情形啊，或者个环境啊，就系好似即系唔系好友善咁啊，但系咧。主啊，又已经系话我哋系佢嘅儿女，我哋系喺神嘅国，同埋有神嘅义。咁咧，我哋系已经系讲咗系有，因为圣经讲我哋系有。咁啊，所以咧就无论点咧，将来发生嘅嘢咧，就主一路系会提住你。
咁咧，后来咧，咁咧就巴兰咧就喺山嗰度咧就 end up 咧就系、是、即系收咗人钱，咁啊就啊即系想话要即系扎扎低咁样想话就助，但系咁啊佢喺山上高咧，佢做咗祭献之后咧，咁啊即系又做咗即系啊支支正正咁啊就准备好啲祭物啊，咁啊即系谂住可以买通天上去住。咁然之后，但系佢一望落去，望到见到以色列人，佢又话啊，咁咧佢就睇到系咁嘅情形。咁嘅情形系咩咧？佢见到咧佢哋嘅啊以色列民嗰个帐幕咧，佢系咁 set up 嘅。系点样 set up 咧？就系、是、咧就系、是、啊，佢哋个会幕，即系个 tabernacle 咧，就系正中。佢哋利未人咧就主人就系中间嗰度围住，即系嗰个啊，即系呢个 intersection。咁咧，然之后咧就四边咧就有啊，每度咧就有三个支牌，每度。然之后啊，犹大嗰个咧喺东边咧就最长嘅，因为犹大系嗰种族咧系十二个支牌最大嘅。咁啊，所以咧呢个咧就系、是、喺山嗰度咧就望到咧呢个咧就好似耶稣嘅十字架咁。咁啊，即系咩意思？咁啊就话咧呢个咧其实咧就系、是、啊十二个。啊，支派咧，其实系一个 picture 代表咧，就系将来系啊主嘅教会，因为点解咧？系用耶稣用神嗰个十架咧，系啊，所以咧，我哋而家系真真嘅以色列人，我哋信咗主耶稣基督嘅，系啊，主系我哋嘅救主，我哋住喺神嘅国里面，而家已经住咗噶啦，即系唔系话要等到第日上天堂先系，我哋而家已经系。是主内的，我们是 Christ in Christ 的。那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在山上高呢是巴兰呢就在这里看到这样东西。那所以呢耶稣已经是用在这样耶稣呢就 even 都未到新约 ,ok, 还差1200年然后直到新约发生。但是呢其实呢里面呢就是已经有含有即、就是在旧约那里呢含有呢就很多的 picture。好多 picture 咩咧？就话主咧系啊重价咁啊买晒所有啲系啊信佢嘅人啊信佢嘅人咧就系旧约咧就系以色列民啊新约咧就系教会其实咧个教会咧就系个 true picture， 知道？但系喺旧约嗰度咧就我哋系啊喺唔同嘅 chapter 唔同嘅书里面咧，我哋睇到系啊主自己就系 give 嗰个 blessing， 主个 blessing 系 for 嗰啲啊！嗰陣時嘅以色列人係咪以佢嗰陣時以色列人唔犯罪咧？唔係，但 fact of matter 咧就係佢哋一樣犯罪，但係咧就主咧就話佢哋係無數，即係無罪啊！因為咧就係、是、主已經係一次過喺十架嗰度咧就 pay for 過去、現在、將來嘅罪，咁所以咧係屬主嘅子民咧，佢哋咧就已經 cover 咗。吓、啊，唔系佢靠嗰啲偶像嘅血咧，就啊，搵嚟做系一个 picture 嘅、啊，真正个形象咧就系基督啊。咁咧啊，咁啊讲起巴兰啦，咁啊巴兰呢个人啊，有咩嘅代表咧？咁啊，即系咧里面咧就新约咧有提过佢，咁所以咧我哋就话咧就啊读一读咁样，喺彼得后书第2章嗰度佢话。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呢就是那贪爱不义的公价的先知。啊、即是他换之个巴兰呢是贪钱。但不止喎他贪爱不义之公。不义呢就因为点解他、啊、巴兰呢不是靠主的公义而是他靠人的公义。即是他想着说、哦、我识咒诅啊我识啊。神嗰啲话语啊，我哋识念嗰啲经啊，咁啊，即系谂住嗰啲攞嗰啲经文啊，或者攞个神嘅话咧，帮你咒助佢哋。但系咧，个 truth matter 咧就系、是、啊，我读埋手先吓。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路咧，以人言咧拦咗先知的狂妄。咁咧，即系话咧，啊个路啊，即系唔系人嘅，个路唔系人嘅，但系咧。即系甚至咧，就系神咧，就用路系啊，用人言咧，你系啊，即系啊 critique， 即系话咧，即系嗰啲
有呢啲咁嘅宗教领袖，一啲宗教先知，就系佢哋唔系行正路，佢哋系不义，佢哋咧又贪爱啊个公价，即系不义嘅公价。咁啊，所以咧，即系个问题咧就系、是、啊彼得后书，原来有十五、十六啊，下低亦都好多嘅，即系话佢系无水弱者，狂风吹逼嘅武器，即系换之里面全部咧就系 show。即系佢哋系一个点样嘅态度？态度又咩咧？佢哋系宁愿咧就系帮地上嗰啲王啊咁咧嚟即系啊支持嗰啲王，要做嗰啲唔好嘢啊。咁你呢个咧就唔系话即系讲外人，即系呢啲咧就系讲咩咧？佢哋系话认识个耶稣嘅可以脱离系世上嘅污秽，但系后来咧佢哋咧就。啊！喺末后嘅时候，个境况唔系几好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咧，佢哋咧晓得异路，异路就系耶稣晓得异路，即系咧，你跟住耶稣走咧就 OK 啦。咁啊，但系咧，佢哋唔系，佢哋咧就唔听，即系要宁愿系自己行whatever。因为咧，佢哋睇见啦，即系有啲贪心，有啲系，所以佢哋讲嗰啲嘢咧就唔系根据圣经。咁啊，呢个系彼得后书讲嘅，就系讲咧巴兰用巴兰嚟做例子。咁所以咧，咁啊系咪有咁嘅咧？因为喺犹大书咧，亦都有提过，有提犹大书有提过。佢咧就话嗰啲宗教领袖咧就系巴兰同埋可拉，巴兰同埋可拉，佢哋咧就系即系行错咗路啦。咁咧就系嗱，该隐、巴兰同埋个可拉呢三个咧都系宗教领袖。佢例子啊，個人咧就係、是、用草木禾秸嚟係即係嗰啲獻祭嗰啲果實，佢自己用即係佢哋嘅成果，用成果嚟係做獻祭，就唔係咧就攞血肉，因為咧聖經咧就講話只有係用動物嘅血或者用血咧，只能夠係贖罪。咁咧，但係咧個人咧就唔係佢。佢或者做惯啲咩 green party 啊嗰啲，佢哋嘅态度咧就话：，我哋系 show 俾人睇，我哋系正义嘅、公义嘅，即系咧唔使用血，即系连动物我哋都好锡嘅咁讲。但系呢个唔系即系个呢个世界嘅意思，即系唔系圣经嘅意思。圣经咧就话咧，佢哋系需要系喺旧约咧就系需要血。即系动物嘅血其实咧就系代表将来耶稣咧就是、新约嘅血，就系耶稣自己系流血，自己流血。咁所以咧，即系话要靠 sacrifice， 要系即系话好 serious 嘅，即系唔能够话咧攞摆啲萝卜啊，摆啲红萝卜啊，摆要即系佢种嗰啲嘢咧，就搵嚟咧就可以祭，即系个素祭咧系冇血嘅，即系就系唔能够系赎罪啊！咁咧，然之后巴兰咧就圣经佢就系行错路，唔知系行错路，佢带人行错路。咁咧就然之后可拉我哋咧就两三个星期前咧，我哋讲过，即系佢本来系利未人，咁咧佢咧就唔顺气，佢要做祭司。即系要自己升级，即系佢哋换之咧，呢啲全部咧就系嗰啲宗教嘅领袖，宗教嘅领袖咁咧甚至咧佢旧时喺你同你系一同坐席噶，系十二节噶，或者用啲人在你们的外席，外席即系一同坐席啦。咁啊，即系一齐系或者 even 一齐领个圣餐咁所以咧呢个弊家伙，因为点解咧？佢哋系即系换之系。一个教会里面或者做个领袖、做个牧师、做个大执事或者系长老又或者系做教个主日学，即系咧，但系佢哋咧就做咗个潮石，即系潮石咧，即系话即系绊脚石，一个系 stumbling block 咁咧，佢哋作牧人咧只知喂养自己咁咧你睇到啦，即系咧佢哋话系做牧人，其实我哋真正牧人咧只有一个，就系耶稣基督自己。我哋而家就系望佢，但系咧佢哋好多嗰啲宗教领袖咧，佢哋嘅态度咧就话
你如果你跟我哋嘅宗派啊，跟我哋嘅我哋系乜乜教会啊，大教会出名嘅，好耐历史噶啦，咁啊，原来即系好似嗰啲天主教啊 ，even 嗰啲基督教啊，咁啊，即系佢用教，用即系教会，用即系咧，佢哋个 focus 咧就唔系按耶稣，唔系话基督教用基督。而系咧就系、是、教会，咁咧就话哦，你如果你个个星期嚟啊，个个星期系听到啊，或者系我哋啊，又星期三有 meeting， 星期五有 meeting， 咁咧就话你准时到啊，咁啊就啊主啊欢喜你啦，咁讲啊呢啲咧就系、是、有大话嘅，因为点解我哋之所以系跟随主信主，我哋系成为神嘅儿女咧，系点样咧？系完全系靠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即是个活教会，即是 living church， living church 是一个 body， 然后主就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主的身体。所以呢所有的信主的人呢，我们其实呢就是属基督的，不是说属教会，然后即是 well， 然后即是你 in a way 你可以这样讲，但是呢即是个问题呢，个 focus 呢就是不是说你跟主有没有关系。但是呢佢哋话呢啲牧人咧就系、是、要作牧人咧，自私为用自己，咁即系要揾食，即系具备食啊，无所惧怕，是没有云的啊，雨的云彩，即系冇落雨嘅，咁啊即系话啊，唔系又冇咩，即系对个地冇咩益处啊，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即系应该系收割嘅时候，应该系咩冇出果子，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哦。哇，原来呢个呢就係、是、即係 Kyle， 原来就係讲话世界而家个问题，就是、世界呢就话好多教会好多宗派。咁呢或者你觉得我讲得好严谨，咁但係呢、我相信呢呢、这个系讲末世应该咁讲。咁呢我哋喺七个教会啊，系主呢就喺启示录第二章同埋第三章呢就讲佢嘅教会一共 total 有七种或者七个，咁咧就系、是、跟住嗰、那个教会历史嗰度咧有提佢哋嘅名，同埋讲佢哋嘅问题，咁咧就有呢个咧就系、是、第二章嘅，就唔系第三章。第三章我哋通常有睇话末世教会最尾嗰、那个，但系咧呢、这个别加摩教会咧，别加摩教会咧就系、是、特别我想提，因为咧佢喺里面咧有提到咧。就话咩？佢有巴拿同埋巴兰嘅教训，巴拿咧就个半脚石。咁咧就所以咧，即系换之咧，巴拿个喺旧约民数记发生嗰啲嘢咧，就同呢个教会有拉楞。咁所以咧，我特别系想提嗰个别加摩教会。咁我读俾大家听，第二章十二节十七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人离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命，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在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邪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贯党人的教训，所以你们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马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生命，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嗯 ，Amen。嗱，咁咧，即系因为特别系提巴兰啊，咁讲。咁咧，呢个教会个名咧叫别加摩，别加摩咧就话咩咧？就系、是、Pergamon 咧就好似系 Pergamus。Pergamus 咧咩意思咧？就话咧系 multiple marriage。原来 like monogamous 咧就系一夫一妻，然后 polygamous 咧就系、是、有一夫系有好多妻子，咁咧就系、是、per
Pergamon 咧 ，Pergamon 咧就系话咧系原来即系佢系好复杂，即系咧好多个婚姻，然后好多婚姻，咁啊即系话换之，佢哋个教会咧唔系好啊，唔系好纯正。咁系咩意思咧？唔系好纯正系咩意思？就话咧佢里面咧就我唔系话佢哋里面冇人得救，佢啲唔系咁讲啊。啲七个教会虽然佢个个都唔完全，但系咧。是有人得救，咁咧即系换之系神嘅身体，神嘅教会。但系咧系 at the time，at that time 就系咧佢哋咧就系有 compromise， 又系咩？咁所以啲人有责备，喺十四节嗰度有提到责备，就话咧佢哋啊中间咧有人系服从巴兰啊同埋巴勒，咁咧就咁咧呢件事一阵间我哋读，咁咧就另外咧就有人咧就系服从咗尼哥拉一党。尼哥拉咧就系咩咧？尼哥拉啊就系、是、啊，尼古列廷咧就系咩咧？就系话咧系啊，即系好似嗰啲个人嘅啊主义，即系咩意思咧？啊 Nike 咧就系、是、啊，即系佢哋啊希腊人嘅其中一个王一个啊，即系嗰啲啊神啊，即系嗰啲偶像 Nike。咁啊 ，Legalism 咧就话嗰啲人咧就系即系啊，即系要揾啊，即系觉得佢哋自己嘅魔力啊，咁样啊 ，Nike 咁样就系 look down on 嗰啲普通嘅信徒。呢一群咧就系即系嗰啲啊，即系嗰啲普通信徒，即系话换之咧，佢哋分咗啊高级，即系有好多咧就系、是、譬如话佢哋自己。啊！我哋系祭司啊，我哋系牧师啊，我哋叻过你，因为我读咗十年嘅神学啊。即系咧，我哋个宗派系最好长久噶，我哋个宗派。即系咧，嗰啲好多嗰啲系啊，即系系啊，教条主义或者宗教主义咧，就系佢哋咧就系 set up 咧就话，诶，我哋系啊，即系我哋有好多嘅神学家，我哋有好多嘅牧师。佢哋咧就读咗好多年嘅神学，即系佢哋咧就叻过你咁，即系佢用啲咁嘅态度，即系咧啊，即系好多咧就系、是、有即系分门别类，佢咧就唔系话所有嘅神嘅儿女咧都系同神嗰度领受系啊祝福啊同埋啊智慧啊，就系、是、我哋个个咧都系有圣灵喺我哋里面啊，即系咧佢哋唔系咁样讲或者咁样谂，而系咧佢哋咧就系、是。啊，即系同你斗多知识，即系佢话，诶、哎，我识你啊，念成本啊腓立比书啊第二章俾你听，成个腓立比书我都念得俾你听，我叻过你，即系嗰啲咁嘅态度啊。咁咧，即系嗰咧就系尼哥拉一党就咁意思。咁咧，但系咧呢个因为有提巴兰，咁咧呢件事咧，我就想啊讲多少少。咁咧喺七个教会咧，就喺嗰个 Pergamon 嗰个 city 咧，即系正话嗰个 city 嗰度咧，佢的确系嗰阵时咧，就系、是、有 such a thing 咧，就系摆嗰个撒旦嗰个像，就系、是、摆佢咩？就系、是、撒旦嘅 altar， 即系撒旦嘅祭坛。咁咧就喺而家土耳其，因为咧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咧，就系讲咧嗰七个You know, 即系主形容佢个身体嘅教会咧，全部系七个醒，七个醒咧就喺边度咧？而家嘅土耳其地方，咁呢个 Pergamon 咧就系古时候个 ancient city， 咁咧就你可以系喺土耳其个地图嗰度，喺 Google Map 嗰度咧就揾到，咁咧就系喺呢度，咁咧就系You know。佢哋咧就喺嗰度起咗咧，就喺罗马时代嘅时候咧，佢哋起咗一个。好多啲廟啊，嗰啲咁嘢，咁咧就拜偶像嘅，咁咧就有嗰啲羅馬嘅帝國嗰啲廟宇嘅，咁其中咧就有個 refer to 咧就係 altar， 一個 altar 咧就係即係拜咩於斯啊嗰啲咁樣，咁咧但係咧喺十九世紀嘅時候咧，佢哋啲德國嗰啲考古家咧，佢哋咧就覺得好勁，咁咧佢哋咧就甚至咧就將成個 Pergamon 嗰個 altar 嗰啲嘢咧，就嗰啲祭壇啊嗰啲嘢咧，就係話我哋搬去柏林啦，我哋搬去咧第一喺嗰度擺去
好踢佢啦，咁讲即系讲得好听。啊，咁咧，但系我讲你听咧，啊，正话咧，我哋又已经知道，好，OK， 咁啊，正话咧，我哋已经知道咧，就话咧，啊，佢哋咧就系嗰度咧就系有撒旦嘅座位，即、就、系、是、有个封恶啊 ，Satan， 即系个王座，撒旦王座。咁咧，我就而家 show 俾你睇咧，就系、是、啊，就系边度咧？就系而家咧，佢哋喺19世纪搬咗去德国，咁然之后咧，佢哋咧就喺嗰度起咗一个 museum 咧，1930年咧开幕，1930年咧就叫 Pergamon Museum， 就喺正柏林嘅 downtown， 柏林嘅山 downtown， 咁即系话换之咧 ，even 而家仲喺度，呢个 building 咧就喺里面装咗砌，即系将佢重新砌翻出嚟。咁咧就好多人话咧，有呢个咧就系嗰个 altar of Satan， 就系将喺柏加摩嗰度咧，就系将佢喺呢度重 reconstruct， 然后即系咧摆喺个庙箱里面。咁咧呢件事咧就pretty serious， 因为咧1930年咧佢喺个柏林嗰度起咗之后咧。咁咧就跟住咧冇又對星態咧就係佢哋納粹黨咧就興起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嗰啲建築師咧就係、是、用好多啲即係嗰啲 pattern， 即係好似將呢個嘢咧就起咗出嚟咧，就係、是、譬如好似有個地方叫Nuremberg 咧，咁咧就起呢個嘢，咁咧就係、是、用呢個咧就用好多嗰啲。you know， 即系 symbols 啊，或者系个 pattern 啊，咁咧即系，但系呢个你知喎，即系原本咧就系讲话撒旦嘅宝座 ，you know， 咁咧就即系话换之咧啲，即系好似纳粹党咧就系、是、in a way 咧就系 come out from 个宗教国家，即系话应该德国咧就系、是、一个信基督嘅信基督教天主教嘅国家嚟嘅，一半系天主教，一半基督教，但系咧。佢哋咧就深刻咧，就系、是、因为佢哋嘅民族主义咧，或者咩咧，就系、是、原来即系将呢啲咁嘅宗教嘅想象或者宗教嘅即系嗰个背景咧，又系将佢咧就系、是、被撒旦利用，咁啊点啊？咁咧就系、是、所以咧，佢哋咧就系、是、pattern after 咧，就系原来即系个撒旦嗰个 altar。咁即係你以为话呢件事係冇咩所谓啊，唔係真嘅，即係因为点解呢？因为咁苦呢就係、是、好似拜登讲即係话有600,000嘅犹太人呢喺第二次大战死。咁呢件事呢咁呢就係、是、呢、這个真係好大嘅咒诅。咒诅呢就係、是、both on 犹太人啦 ,but also 呢就係咒诅呢就 on 德国嘅所谓教会。德国嘅教会呢佢哋喺第二次大战咧，佢哋系 compromise， 因为点解？佢哋咧就系即系好多嘅思想咧，就跟咗就系嗰啲巴兰嘅 doctrine， 即系嗰啲牧师啊、嗰啲神父啊、嗰啲教会领袖啊、嗰啲主教啊，佢哋好多啊，佢哋喺德国嗰度去全部齐晒，咁咧就唔系净系天主教、基督教 also， 即系咧佢哋系原来跟咗个。国家嗰啲民族主义跟咗咧，就系话原来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哋咧就系、是、for long time， 佢哋咧就系、是、守好似摩西啲律法咁样，咁所以咧就影响到第二次大战成为一个悲剧因为点解佢哋系咁我即系呢件事上咧，我就想去睇咧，就系、是、also 喺民数记嗰度咧有睇，就系咩咧？就系、是、佢哋 skip 咗就係呢一段，即係咧本來個 Torah portion 咧就係今個星期咧佢哋讀到25:9就停咗啦。咁咧，但係咧其實咧我就覺得咧呢個咧就係同即係我都想即係巴蘭嘅即係古惑咧就係、是、有關嘅。咁啊，所以咧我讀俾大家聽，巴蘭咧就係咩咧？開頭嘅祝福即系佢想咒助就唔成功，但系咧佢嘅巴兰埋尾嘅时候咧就出咗呢一招。呢一招点咧？佢咧就揾嗰啲米甸人咧，叫佢哋咧就同
以色列人或者佢哋西面人咧就系、是、痛婚，痛婚咧呢、这个系其实婚姻咧就系、是、神冇阻止嘅，但系咧因为佢用呢个招数咧就系、是、想话咧等嗰啲系啊将嗰啲不信嘅信仰就系、是、啊同嗰啲系啊话信神嘅信耶和华嗰啲嗰十二支派咧就将佢沟埋，咁啊所以咧就因为咁缘故咧就有24,000人死。24,000人死，咁呢个系民数记就系25章第9节，我读俾大家听，然之后一间再解。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然之后咧耶和华要与摩西说，咁然之后后来咧就讲啊，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咧，名叫心理，是撒路的儿子，是西面一个宗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子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人一个宗族的首领。耶和华要与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点解呢？因为咧卖米嘅时候咧就系、是、有呢个问题啊，就系、是、有咩问题呢？就系、是、咧，他们用诡计啊扰害你们在比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姊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用这诡计咧，有害诱惑你们。这哥斯比咧，当瘟疫流行的日子，他被义的事被杀了。咁咧就系、是、所以咧，as a result 咧，佢由25章咧一路到即系摩西埋尾嘅时候咧，佢咧就系、是、要负责咧，就系、是、要击害米甸人。最尾摩西要打一场仗咧，就系、是、要杀佢哋。咁甚至咧就系、是、喺。喺就系、是、个 Heshbon 嗰度附近咧，又有嗰啲米甸人咧就搬家，就系、是、想话同佢哋系有通婚，但系嗰个通婚咧唔系话因为佢哋相爱，而系咧佢哋咧就有想话咧就系、是、沟合两个种族，两个种族系唔系话即系佢哋系真系有即系有个亲密或者咩，而系咧佢哋咧就想话咧等嗰啲人咧。系啊，唔再系信耶和华公念，而系咧又信埋米甸嗰啲神。咁咧所以咧就所以摩西咧 end up 咧就杀咗5个王，咁咧就同埋咧就杀咗比尔嘅儿子巴兰。咁咧因为巴兰咧系呢件事嗰度咧，其实系佢有份嘅，有份啊。咁啊嗱，咁啊呢件事咧就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咧，所有啲宗教啊、宗派啊。even 猶太人啊，佢哋想話咧，將嗰啲神嘅話語咧，well 佢哋話信神，所以佢哋有神嘅話語，但係咧佢又加埋其他啲話語，即係好似第二世紀嘅時候咧，就有咁嘅事。第二世紀咧就有個拉比咧，佢有24,000个門徒，24,000个拉比門徒，佢哋咧就一次過一齊死。咁呢个呢就其实我相信就系民数嘅25章嘅预言嚟嘅。即系话换之呢喺摩西时代有24,000人西面人同埋其他种族嘅即系其他支派嘅人死。咁呢就系、是、咩神啦要罚。罚咩呢就系、是、第一佢要毁灭外面嗰啲侵入。但系 the same time 呢就系佢哋系嗰啲 so called 领袖巴兰呢就搞领袖。搞嗰啲嘢就系咩咧？就系、是、即系要将嗰啲doctrine 啊，或者系神嗰啲话咧，就加咗人嗰啲话咁所以咧呢、这个咧就唔系净系第二世纪有咁少，而系咧之所以我相信第二次大战咧都系有呢个问题，因为点解佢哋又系一样，即系咧佢哋话信耶稣，但系佢哋成啲圣餐，佢哋又要加埋自己啲人民主义啊，加埋嗰啲。即系民族主义啊，又加咗即系咩嗰啲？你如果系信耶稣，系信耶稣，系你系属于神嘅国。但系咧，如果你系try to 加埋其他啲主义啊，加埋嗰啲其他啲嘢，即系好似即系 end up 咧就点咧 ？end up 咧就对神个心咧就系、是、变咗。就好似嗰啲话去喺话去教会，但系佢哋咧就系、是、就加咗自己咁样。咁所以咧，你睇到一样嘢就话咩咧？原来巴勒咧同埋巴勒咧就好唔同啦。巴勒咧就系、是、喺旧约嘅圣经咧，
嗰、那個字咧就係、是、blessing 嘅 blessing，但係咧巴勒咧巴勒咧就係、是、L 嘅 L 咧就係、是、curse 嚟，咁咧就係咩咧？巴勒個名咧，有皇帝就係、是、代表個 king for curse，咁咧佢咧就係、是、要就係、是、因為點解佢會咁做咧？佢就係用人嘅睇法啊，佢見到以色列人咧，見到佢咁犀利，佢咧就冇諗到係神嘅 power，佢哋諗做人啊，佢哋太多啦，我哋要。治佢哋，要害佢哋，亦即系要用自己啲方法打佢哋。咁咧，所以咧，嗰啲人喺旧约嗰度咧，就系佢哋咧就怕咗个环境，即系好似而家啲人怕咗环境。咁咧就怕咗环境咧，佢哋咧就系谂住话靠啲律法搞掂，即系 performance based，即系话咧你系咁信咧就 OK 啦，你唔系咁信，一个问题咧就唔系你点样做 performance 咧，就话你点样做。而系咩？你系信边个？你信边个咧？就系、是、信耶稣，因为耶稣咧，佢已经1000倍、10000倍搞掂咗。啊，因为点解？佢咧就系、是、原来俾个新约嚟，个新约咧就话咧，你当你系信耶稣嘅时候咧，你系新约。咁咧，当你完全系靠佢望佢嘅时候，唔好走翻转头，唔好掂转头。咁嘅时候咧，就系、是、主系点睇你？主咧就话你已经得救。主话咧，你已经有耶稣俾你嘅公义。主咧就话你和你的家都必得救。啊，呢啲咧就神嘅话，based on 神嘅话咧，就系、是、天上嘅天，即、就、系、是、God's will。God's will 咧就系、是、就系、是、神嘅话。God's will 亦都系 God，即系神嗰个看法。神嘅看法点咧？就系、是、based on 圣经嘅话。啊，咁啊，所以咧新约同旧约就有呢个好大唔同。咁咧，我哋系完全系靠耶稣。咁咧，由 Covid 咧就系、是、嗰个原本个名叫 Covid-19，而家已经 Covid 2年，差唔多 almost 3年嘅时间 total。咁咧就其实 2020、2021、2022都系3年。咁咧。就我哋 well，you know，即系咧，似乎咧就系、是、somehow 佢继续系发生咁咧。但系咧，我就睇到咧，就系、是、我哋查经咧就睇到咧，就系、是、嗰啲宗教国家佢哋 more trouble 系咩咧？In terms of COVID 咧，佢哋系 higher debt 咁咧，就同埋咧，而家咧就睇见佢哋 even 嗰啲争战啊，或者嗰啲争斗啊、斗争啊亦都系喺啲宗教国家度嚟进行，咁啊，所以咧，咁我哋睇下而家嗰啲current event 系等我哋能够清楚明白 what's going on。咁咧，我哋睇咧就其中一个咧就睇过50个州，50个州咧就我哋讲过好多次many many times。咁咧就系讲话咩咧呢、这个咧就系 CDC 嘅即系嗰个 page 咧就点讲咧？就话 percent of birth to unmarried woman 嗱，咁咧就我之所以提到呢件事咧，就是、因为点解我哋发觉咧，就系、是、in many ways 咧，嗰啲系 Bible Belt State，即系嗰啲宗教嘅州咧，即系佢哋咧就是、高举十诫，高举系旧约嘅，佢哋就话我哋要信旧约啊，我哋要守十诫啊，我哋要喺学校嗰度搞十诫啊。又要又要摆嗰啲十诫嗰啲牌楼啊，咁咧就系摆喺个首都 building 门口啊，摆喺啲礼拜堂门口啊，摆喺啲 county 嘅 court 门口啊，咁咧就系摆喺嗰度做咩咧？即系讲俾人听，佢哋好、那个州，佢哋啲人咧就系好虔诚，即系好多美南嘅州啦，美国南边啲州就系咁，咁咧就系咩咧？咁咧就 end up 咧，佢反为就多啲罪喎，好得意。嗱，之后咧佢哋冇结婚，但系咧佢哋生好多 B B。咁咧就系咩咧？就系、是、最犀利嗰啲州咧，就系、是、Bible Belt State，就话咩 Mississippi 啊、Louisiana、New Mexico、Nevada、Alabama、Delaware、Florida、you know Arkansas，即系好多咧就是、Bible Belt State。OK，嗱咁咧呢样嘢咧就唔系净系一种，然系好 systemic 嘅，即系咧，佢话 somehow 佢哋系 more trouble。嗱，呢个咧正话讲过咧，就系冇结婚嘅 mother，但系呢个咧就系话 teenage pregnancy，teenage pregnancy。咁咧，
唔知点解喎？呢个又 CDC 讲嘅就系 Mississippi、Arkansas， 即系最高嘅，最高嘅咧就系 Mississippi、Arkansas、Louisiana、Oklahoma、Alabama， 即系呢啲 Bible Belt State 咧，即系嗰啲美南嘅州啦，美国南边啲州啦，就系、是、啊，就有好多咧，就系、是、唔知点解佢哋啲仔女咧就啊赶住赶住去生 B B 啊，即系你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即系咧我哋。个个都话唔想系咁做，唔想嗰啲仔女系咁，因为佢哋如果系生 B B 啊，早结婚啊，咁嘅时候咧，佢哋嘅将来前途唔系几好，因为啊太早结婚或者太早生 B B， 咁啊佢哋咧就变得好容易啊，就算结婚都系变咗离婚啊，佢哋嘅经济啊，或者佢哋读书冇读成，即系有好多好多问题。但系咧，唔知点解佢哋嗰啲 Bible Belt State， 即系 Mississippi 咧就全。全美国最美南的美南浸信会最 high percentage 的人口是美南的就是 Mississippi， 即是他们越美南的或者是越宗教气氛的越是即是觉得说我们应该要跟教会的或者跟宗派的或者我们要跟、哦、天主教啊或者美南浸信会或者是 even 是长老会啊或者信义会，即是他们当他们是即是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他们就变了不是望主，他们不是望主，因为圣经里面就是讲话我们望主就是有神迹奇事，但我们莫教会有什么神迹奇事 ？Come on， you know， 哪个牧师可以给你神迹奇事 ？Come on， you know， 但是如果那个牧师是讲耶稣的，那又不同。但是多数那些宗派教会，宗派教会那些主流教会，他们很多就不是讲耶稣，佢哋咧亦都唔系讲耶稣咧系啊会帮助你或者神迹奇事系帮你，佢哋咧就系话叫你哦信耶稣你第日上天堂 ，OK that's good， 但系咧 that is not it，that is not the only thing， 原来即系因为神耶稣系真神噶嘛，神嘅儿子咁，所以咧即系你要谂清楚，即系究竟系去教会系敬拜耶稣啊，定系敬拜教会？有好多去教会咧，就话敬拜嗰啲伟大嘅牧师啊，伟大嘅嗰啲伟人啊，属灵伟人咁。嗱，咁啊，即系好多啊，即系好多嘅例子。我哋之前有讲过咧，或者枪杀率啊，或者系啊，甚至系啊 ，cancer 嘅死亡率啊，或者系心脏病嘅死亡率啊，即系唔知点解，因为全部都系美男，即系咧，所以咧，即系呢个咧就好似旧约嗰啲咒诅。嗱，呢个咧就系教会啊。普通啲嘅，就话呢个咧就直情有人咧就 come up， 就系、是、transportation of America， 就话咩咧？嗰啲行人啊，行人咧就 somehow 咧有啲州咧系 higher death， more dangerous， you know， 系边啲州咧？就系、是、美南，即系美国南边，或者叫 Bible Belt State， 即系话唔知呢啲 somehow 咧，即系话点啊？即系佢行啊，即系行出街啊，企喺街边啊，就唔知无端端个花盆跌落嚟啊，或者系嗰啲啊车啊撞亲啊，或者撞死咁，就系、是、咁。即系换之咧，即系话换之，即系拜嗰啲 data 咧，佢你就睇到咧就话，哇，系原来嗰啲咒助嗰啲嘢系啊，系啊，即系 kind of very weird， you know very weird， 就话咩咧？嗱，咁啊，呢个唔系我作嘅，因为呢啲好多我哋之前同埋而家我哋好多都系 CDC。嗱，我试下 show 俾你睇，系咪 CDC 啊？只有嗰啲咁嘅问题啦，咁讲。嗱 ，CDC 唔系啊，即系how should I put it？ 即系 CDC 唔系话偏心嘅 ，CDC 咧净系 welfare， 即系咧 worry about 嗰啲人民嘅社会福利啊。咁所以咧。譬如好似系枪杀咧，就系喺美南最高嘅，就系枪杀，即系咧有 Mississippi、Louisiana、Wyoming、Missouri、Alabama， 有 Alaska too， 即系有啲系偏僻嘅啲州，但系其他嘅好大部分咧就系枪杀。咁咧即系话枪杀咧系佢哋唔知点解佢哋个 highest rate 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唔系话嗰个最高法院可以帮你搞掂好多嘢，嗰啲全部咧仲有个 higher court 同埋 higher law，higher law 就嗰个 ten commandment， 即系话咧你想话唔系靠耶稣，想话靠十诫 ，end up 咧就死得人多，
咁呢个咧就唔系好 make sense， 但系咧，即系我哋唔能够靠个脑，即系佢啊喺属灵嘅 spiritual world 里面咧，即系咧就撒旦系一个 fallen angel， 咁咧就神咧就亦都系个 spirit， 咁啊所以咧我哋睇唔到嗰啲嘢咧，但系咧就系圣经里面提出嚟讲嗰啲嘢咧，你要睇下小心，因为点解圣经里面讲嗰啲嘢咧系 spiritual 嘅，咁啊所以咧里面嘅。讲咧就话哦，嗰、那个十戒咧会害你嘅，啊 judge 你会啊 cause 个咒诅，然 you 后 know? 即系你谂住靠十戒咧就 end up 咧就系、是、有好多好多问题，即系所有啲死亡嘅因素率啦，即系 cancer 啊，或者 heart disease 啊，或者系啊 stroke 啊 ，you know， 即系唔知点解、啊，或者 accident 啊咁啊，唔知点解、啊，即系嗰啲州咧最高嘅。有好多咧就集中喺呢个 Bible Belt 啊 ，Bible Belt，OK，、okay? 咁所以咧即系啊，咁啊呢个唔系净系个州嘅问题啊，即、就、系、是、国家嘅问题或者 continent 嘅问题都系一样。咁咧就系、是，譬如好似我哋睇咧啊个死亡率咁就算啦，即系喺成个世界，即系讲 Covid 咧，个死亡率咧。啊！呢、这个咧就系、是、John Hopkins University 同埋咧啊 Warren Data 就系牛津大学嘅。咁咧就你睇到一样嘢咧，就系话啊，点解欧洲咁大问题咯？同埋咧就系、是、南美、北美就系一样大问题，即系嗰啲颜色你睇到，反为亚非洲就好低，亚洲又系好低。嗱、啊，这个、呢个咧就系、是、每一日嘅死亡率。OK， 即系而家唔系一年前，唔系两年前 ，total 咧亦都系一样嘅升破咁。你听唔听到啊？知道咧就系冇颜色嘅，啊亚洲又冇咩颜色嘅，但系咧系嗰啲宗教嘅国家，宗教国家咧就系、是、啊，即系系啊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即系佢哋话信耶稣嘅，都唔系话唔信嘅。咁所以咧，你睇到一样嘢就好怪，好怪嘅就话咩咧？佢哋宗教国家咧，就因为点解咧？佢哋话信耶稣，但系咧，佢哋嘅做法咧，就系、是、好多咧，就系、是、啊教会嗰度教嗰啲系十戒、旧约 （Old Covenant） 就唔系新约，系耶稣救你。耶稣唔止系救你获永生，耶稣咧就救你咧痛啊，所有啲病，所有啲啊刑罚，因为耶稣嘅特别咧就系、是、拣选咗。系嚟到世上咧，佢唔系好似个 animal 个 sacrifice 咁，佢系专登咧系为我哋系孭罪，同埋孭我哋啲病，同埋孭我哋好多好多嗰啲问题。即系佢系啊喺十诫嗰度咧，啊喺客西马尼园嗰度咧，佢做咗好多嘅嘢，就系、是、为我哋 take away 我哋嘅咒诅。所以咧，我哋而家唔使受旧约，唔使啊要系 animal blood 啊。唔止，即系佢咧，亦都系俾我哋，佢要自己嘅贫穷，连啲衫都俾人剥晒，咁咧就系呢样嘢咧，就等我哋系富足，等我哋富足啊！呢个系圣经讲 ，OK， 即系你唔好赖我 ，OK， 即系你唔信咧系你嘅事 ，OK， 但系圣经嘅话咧又就系真真实实嘅，系我哋多谢耶稣。So， 而家咧我就今日我又或者提早结束。咁咧就系、是、通常我哋结尾嘅时候，我哋都系做个圣餐。咁我而家读呢段经文，有时我哋就用 video 系啊睇人哋嘅圣餐嘅时候，我哋一齐做。但系咧就其实咧就我哋自己都可以做，因为我哋而家咧所有信徒咧都系君尊嘅祭司，即系我哋系喺耶稣嘅国度里面咧，我哋系王。啊、主系 King of Kings， 我哋咧就系 Kings， 然之后咧我哋 also 系祭司，君尊嘅祭司，我哋系 nation， 即系耶稣嘅啊国度咧系一个 nation of priests， 我哋个个都可以咧又系圣啊领圣餐食圣餐，多谢耶稣。我哋而家咧我就读约翰福音第六章啊，我哋读几节，咁然之后咧我哋就系领圣餐啊。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为世人生命所要的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因此敌对耶稣的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严肃的真理，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才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是真的粮食，我的血是真的饮料。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住在我里面，我也常住在他里面。哇，咩？永活的父差我来，我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哦，多谢耶稣。这就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祖先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对该个教训人士说的。嗱，咁即系呢个咧就讲得好清楚，好清楚，即系咧呢个唔系旧约嘅，啊，即系嗰啲玛拿，系啊，呢个因为点解？呢个系真正系神嘅儿子嗰个身体，所以我哋系食主嘅肉，饮主嘅血咧，系啊得到佢嘅儿子 ，as he is in heaven, so are we in this world。我哋感谢主，我哋而家咧就系大家举起个饼嚟。我哋一齐祈祷吓，主耶稣啊，真系感谢你，俾我哋系知道主啊，你爱我哋，我哋系奉主你嘅命，我哋听主你嘅话，我哋知道主喺呢度讲嘅话系真实嘅，所以咧，我哋吃呢个肉饮主嘅血嘅人咧，才有永生。喺末日嘅时候，我要叫他复活。主啊，祝福我哋，多谢你，我哋感谢主。By your stripes we are healed， 所有从头到脚嘅病啊，所有啲冷处问题。啊！我哋心里面嘅问题，全部系得解放、得释放。多谢耶稣 ，By your stripes we are healed. Thank you, Jesus. 最后在饭后的时候你举起个杯，你说这个是新约的血。是啊，你说这个血呢是你给我们洗净我们。所以主啊，你当你是被个罗马兵是搵枪来刺透你的肋旁的时候，你建立个教会，你就是用血和水给我们成长。到今日我们以后就是因为有你的肉，吃你的肉，饮你的血，我们就得到永远的生命。多谢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在你里面。多谢耶稣，阿们。所以经文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住在他里面。但我们现在跟主是有亲，就是因为呢我们现在呢是我们上次是吃主圣餐这个呢就是神的话语讲。OK， 我唔理你边个牧师啊，边个大牧师啊，边个宗派 啊你信咗嗰啲啲假嘅信仰係两千年冇用。唔係因为你个教会或者你个宗派係最老老神子嗰啲一样冇用，嗰啲老先知一样唔得。因为但係我哋係有耶稣基督嘅话係俾我哋完全嘅祝福。多谢耶稣，我哋就而家做个结束祷告。主啊，真系感谢赞美你，我哋今日系又领受呢啲话，系啊，主啊，全部系根据你圣经嘅话语主啊，我就 pray for 所有嘅 blessing 系 on everyone， 系啊 ，that you know part of 呢个 audience， and also 系 partake 个圣餐 ，and blessing for 佢哋同埋佢哋嘅家人，佢哋嘅亲人。系啊，俾佢哋 get healed, get blessed, get protected, get joy and peace and righteousness。主啊，系帮佢哋，俾佢哋系靠你日日平安。主，我哋亦都见到咧，呢个系Bible study 咧，就系会系 on YouTube 或者 on author and bless 佢哋，俾佢哋咧就系得到健康平安，俾佢哋有好多嘅好处。多谢耶稣，我哋靠你望你。祝福佢哋喺 on YouTube 嘅
或者喺唔同嘅地方，或者系喺啊 different time space， 然后即系喺几个星期之后或者几个月之后，系嗰啲朋友系当佢哋睇到领受呢啲话语嘅时候，一样得祝福，一样系 get blessing， 因为主啊，你自己系 the law over the time and space， you create the time and space， you are outside， but you are also inside for time and space。多谢耶稣。感谢你，我哋又多谢你嘅祝福保守我哋嚟紧嘅星期，同埋以后嘅日子。In Jesus name， Amen。Okay， thank you guys。下星期见。